杰电视狂。Hello， 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海贼无双三》。我们现在来到了最终章第十话，动荡的多雷斯罗萨游戏的原创故事哦。OK， 我们继续吧。好，我们上次说要选罗，那我有用罗去打了那个庞克阿萨特，也有得到了他的硬币啦，所以我们就来使用呗。接下来我就可以使用他的大招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已经没有人能挽回了，我们去看看这次大招是什么呢？贝里成长我已经拿到最高了，那服装还是要用玩以前的才可以换，后来我有试过了，所以不能用。我有用鲁夫去玩之前的，可以换得那个鲤鱼装，还蛮可爱的。那之后我们会玩其他的模式来试试每一只人物特别的地方。来吧，继续先执行作战，先专心对付多弗拉明戈，我们到宫殿去打废多弗拉明戈，最终第四话动荡的多雷斯罗萨。我记得这个多雷斯罗萨就是那个很多玩具那边吧，我那时候看卡通的书一看到成功做到凯撒鲁夫一行人听从缔结孩子同盟的罗所提出的计策，前往多弗朗明哥书童子的王国多雷斯罗萨。罗在船上使用电话手与多弗朗明哥提议说要进行交易，想要把凯撒带回去的代价就是多弗朗明哥要放弃七武海之位，这就是罗所提出的条件。罗的目的呢是要破坏多弗朗明哥进行人造果实恶魔果实的 Smile 的制造工厂，并阻止大量购买那些果实的四皇海盗持续扩大张力。不过他们制造那个人造果实吃了会不会出问题我也不知道，好吧，他们利用凯撒将多弗朗明哥给引出来，然后在这段期间呢找到位在多雷斯罗萨魔术工厂并进行破坏，这就是罗所提出的作战计划，这叫做声东击西啦，好吧，把那个多弗朗明哥引出来，然后去破坏那个工厂。 OK，交涉的隔天，交易的成功一半即将明朗化。OK 的，报纸出来了。如果报纸上有消息，就有成功了；如果没有呢，就失败吗？唐吉诃德多弗朗明哥退出七武海，并放弃多雷斯罗萨的王位。王位啊，大家什么惊讶什么的？王位啊，他是国王，大家都不知道吗？事情进行的这么顺利，反而让人觉得毛毛的。真的，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突然真的，怎么这么简单？是我做错吗？之类的，等等的，好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小心有诈。不过，为什么连我们的照片都在上面？我们的照片也在上面，嘿。难道我们的贝里又成长了吗？什么？大家都看到了。哼，七武海的托拉法尔加罗与草帽一行人组成意外的同盟，目前还不确定政府会对罗做出什么样的审判，因为罗是七武海嘛，对不对？目前先专心对付多弗朗明哥就好了，继续执行作战吧，其他的来不及了。OK， 多弗朗明哥，我觉得贝里好像库巴，那个刺刺的像那个乌龟壳。是我，我已经放弃七武海的地位了。莫西莫西，我的希望 Monkey D. Luffy， 我就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草帽鲁夫啊，嘿嘿啊，我很想见你呀、我们一定会见面的。现在手上有个你会非常想要的东西，是不是那个艾斯的果实？对不对？你在说什么呢？就可别废话，就照约定把凯撒还给我们，到时候见。八个小时后，我会到多雷斯罗萨北方的孤岛格林比特的东南方海滩，我会把凯撒丢在那边，你自己找机会来接他啊！不要跟我联络了啊！我也不想跟你接触，因为我觉得我会打输你。嘿嘿嘿，干嘛这样子？至少让我跟以身长的你喝一杯啊！谁想跟你喝一杯啊？你去喝海水吧你啊！船就会开到多雷斯罗萨，你们别忘了自己的目的哦。好的，我们到了，好快哦，讲一句话就到了，走吧。我们现在要登场了，登场人物有啪啦啪啦啪啦，很多人哦，五六个人破坏斯马尔工厂，并将多弗朗明哥逼入绝境。我们真的有那个能耐吗？我们就看看吧。鲁夫、罗跟凯撒败退，我们就算输了。打倒敌人，收集斯马尔工厂的情报。OK， 我们就直接开始战斗吧，来体验看看罗两条技能纸的威力吧。Let's go。OK， 大家一起往前冲，这种感觉就势如破竹，一定会赢的，好不好？在交换凯撒之前，先去收集凯撒斯麦尔工厂的情报就对了。OK， 来吧，海盗队长，哎呦，服装有换哦。哎呦，这招很帅，遗址。就玩那个裸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用这招遗址，我觉得真的好好用哦。OK， 然后让大家的头都带上炸弹，很酷哎，好不好？高频，来吧，我们看看两条的技能值，已经没有人能挽回了。看看是什么大招呢？哇塞，很宽阔的剑气就对了。就这样吗？啊，就这样，一点心动、一点惊讶的感觉都没有，怎么会这样呢？这招比较帅啦，全部的来几个我就打几个，来继续，一直
烧实在太屌啦。那我们现在要跟凯撒一起到达加乌伊的地点，那我们先把路清一清吧，好吧？西萨已经开始前往了，我们就陆续跟着走。西萨都用飘的，这西萨看起来蛮强的，根本不需要我们保护，好不好？这些小兵根本没办法耐他啊。OK， 我觉得跟鲁夫合体还不错，因为鲁夫那种大攻、大范围攻击的高频的时候注射刺激，还蛮强的、啊。我们看两个人的合体是什么招式呢？我跟鲁夫来吧，试试看，这样就结束了。橡胶打雷神修克，哦，还蛮帅的，叫雷神修克，这招我喜欢。雷神修克啊，下一个是什么神修克呢？啊 ，OK， 阿努比斯修克啊、哦，乱讲了。我们现在要继续打倒敌人，才可以收集到斯巴工厂的情报。走吧，我们先去打倒敌人。我相信那个 Caesar 应该没问题的了。我们先去打倒这个下面这里。OK， 来吧，海贼队长是不是？海贼队长，不要跑！想要逃过我的盾吗？不可能，不可能！让你带炸弹吧。哎，没有，要死哦！来，相机师也帮忙了。哎，很难呢，打不死。OK， 死了。Caesar， 你要战斗啊，好吗？哈，不是跑就好了。我不是重要的人质吗？好了，快！他居然会说这种话，我好惊讶。他被包围了，哈、哦，对不对？好了，我们来救你了，解救你了。我们来试试看大招吧，已经没有人能挽回，到底能不能一击必杀了 ？OK， 有了，这应该会比较强。它虽然没有华丽的特效，不过应该是一击必杀的。OK， 43 KO 了，还算不错。走吧，继续打。论一字碎啦，全部都死掉吧。我们换一个，来看看跟索隆合体哦，打出来的技能是什么呢？也是三个人的，来多一点人，多一点人，来 ，Come on。来了，三个人看看，到底使出什么样的招数名称呢？橡胶一刀流，大臣和修克好像都是叫这样子哈、哦，大臣和哈、哦、，OK 也不错啦，蛮强的，三个人还是比较厉害一点。哦，钱好多，钱好多，钱好多。哦、我们又为了升级那个鲁也花了400多万了。好吧，我们先把 Caesar 带到这个地区吧。哎，这个桥不就是他们就是会有那种很大的那个鱼出现吗？对不对？龙王类的，龙王鱼类的。来吧，我们来看看大招，直接来吧，已经没有人能挽回了，居然没有一击必杀，连队长都杀不死，怎么会这样子？好弱，这招我就不要选你了啊！有人叫我选娜美，我觉得娜美应该蛮容易就挂掉了，好吧？不过我们之后那个模式都会试玩看看，把我们没玩过都玩一玩。OK， 前进了，娜美在这边了，来吧，看我们的第一招，手术刀，来啦，用手术刀。咻！夺走每个人的心，捏碎它，你的心全部都毁了。太远了，那个范围限制了。OK， 把这里占领起来，打倒敌人。我们先去打下面那个敌人好了，打倒敌人才可以收集斯麦工厂的情报。不过他人怎么都那么远呐、啊？好不好？我都要从上面跑到下面，又从下面再跑到上面，再从中间跑到右边，好累哦。贝拉米，所以那个登场人物是贝拉米。弹簧果实，对不对？我先把这个打掉，看这个到底是谁？海贼队长索隆，你打那么久打不死，还要我亲自下来吗？你比我还会用剑呢！啊，有秘密情报了，我们来看一下。OK 了，可以了，继续走。我们去打贝拉米，打掉。鲁夫开始跟贝拉米打战了，因为贝拉米被那个多弗朗明哥控制嘛。来喽，哎，做的好像哦，贝拉米好像。来，宝贝试试看，让我的已经没有人挽回，来砍你会不会一击必杀？哎呦，一半。也不错啦，一半呢，马上就夭折了。来 ，OK， 指挥大卸八块，心脏休克，心脉休克，在哪里啊？他跑去哪里了？哦、在这边，又在乱跳了，弹簧腿又乱跳了。其实他有点像鲁夫的初型原型，对不对？哦，因为他是用弹簧的，但是鲁夫是本身就是橡胶啊，好吧，那不同啊。哎，死掉了、哦，为什么他打死了、哦？没有掌握到正确的线索，不是吗？我们不是都照着指令在走吗？怎么了？密宝事件，看一下这是什么？嘟噜嘟噜嘟噜，电话筒。罗，我是香吉士，怎么了？黑甲屋啊，找到工厂了吗？现在没空管那个，听着，立刻离开那边。都是的，你在胡说什么？对啊，我们马上要进行交易了。多法明哥根本没有放弃，
所以他发的那个报纸是假的吗？那为什么要叫完凯撒狗屁叫也没有成立？我们完完全全被骗了，所以我们中计了啊！调虎离山之计，白痴太迟了啦！接下来来了，多法米哥来了啊！加卡是为了算计我们，你不惜欺骗整个世界吗？所以他是跟海军挂钩，跟海军说我是为了要骗他们、引诱他们这样子，所以请他们来抓我们，是不是？这就是人类产生的盲点啊！就算欺负海，对啊，也不该有这种权限吧？要是这世上有人办到，顶多是天龙人，没错。Joker 就是天龙人，我看后来就是 Joker 是天龙人，但是他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带他们出来，结果呢导致他们就是被伤害了，所以 Joker 就很讨厌这些人啊。来了，看一下动画，哦 ，Caesar 也太大只了吧！来了，海军本部上将藤虎一笑，就是你呀 啊！一笑实在太强了，鲁夫之前有跟他会见过几面啊，对不对？据说你的实力是深不可测的怪物呢。我们之前看他可以召唤陨石呢，太强了！阁下太抬举我了。然后呢，海军这次决定怎么要处置罗呢？啊，到底要怎么处置呢？根据报道所得，草帽一行人一事，若如报道所言是同盟，则为黑。同盟就要把我们打入地狱吗？怎么可以这样子？若他们只是成为罗阁下的部下，则为白，就平安无事吗？那我们到底要当黑还是当白呢？那罗你怎么说啊？保洁罗你怎么说？罗要说了，草帽跟我不是上下关系，就像巴罗所说的，是草帽。糟糕了，我们变黑了啊！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啊！整个就黑了。你还真是愚蠢啊！那就剥夺称号啊！我们七怀称号被剥夺来了，他出剑了，盲剑客！哇塞，搞什么鬼啊？甜甜圈跃到天边啊！太厉害了，陨石术要来了，魔导士出招了！呜呼，实在是太神奇啊！这样挥个剑，咻，陨石就掉下来。他是快到把天上的石头切一块掉下来吗？哇塞，开什么玩笑？连那个多法明哥都吓到了，好不好？润，我们润可以劈开吗？可以。哇塞，多法明哥可以吗？也可以。哇塞，实力都是不容小觑啊！没有三两三，哪敢上梁山，好吗？太强大了，居然可以把陨石召唤下来。然后再用陨石劈向别人，这真的太强了！海军们都吓傻了，连西萨也吓傻了啊！我觉得西萨其实还蛮可爱，他只是不聪明，然后被人家利用。哇塞，三国鼎立啊！元帅难道没有教过你礼仪吗？其实如果多弗朗明哥跟藤武打，不知道谁会赢哦。已经不是眼睛看不看得到，只是牛刀小事。哇，那你等一下蛮力一劈，不就整个世界都毁了？移植什么意思？因罗的能力使多弗朗明哥等人移动到别的地方了。哦，所以我们把他转换掉了，带着凯撒逃吧。我们现在只能逃了。面对这么强劲的敌手，不逃怎么行呢？掩护千阳号撤退我方，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掩护千阳号。我们需要到下面吗？论，西萨，你如果可以什么事都，我就把你的心脏捏碎哦。这么多人，来吧，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的大招。看这一次有没有比较强一点？看，夺取地盘了。哎，有啦，还算蛮强的，全部倒下。啊，没有，后面的没有倒下，他没有剑气耶，好怪哦，怎么会这样子呢 ？Joker， 救救我 ！Caesar 还是想要回到 Joker 的怀抱啊？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让你回到他的怀抱呢 ？Caesar 是我部下，你能把他心脏抢回来吗？所以我们现在要上去上面打嘛，我先上去好了。掩护千阳号应该可以吧，我先把这些有那个大红点的都打掉，这样才不会去打我们的船。来吧，我们继续跟下一个人合体，跟娜美合体看看。继续打高频手术刀注射刺激， OK， 我这次总算面对了注射刺激，真的很容易台湾国语，又是那招。哎，和平主义者也来了，大雄好久不见你啦，怎么没有看到小叮当？不好笑有啦，其实大雄真的是好人啊，对不对？他其实很强的呢，结果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狼，那个大口狼，对不对？大口淘汰狼弄坏了啊！来吧，把他打掉，把他打掉！我怎么可以让你们这么轻易的逃走呢 ？OK， 随时都可以上。我们来跟娜美看看，合体看看，这是三个人吗？三个人的娜美，来看看他们能力到底是长得怎么样呢？哦，还蛮多人哦，来了，三人团，看一下，这样就结束了。
橡胶、灰熊枪、陀牛、天头人四个人，雷霆休克，可是我比较喜欢雷神休克，雷霆休克没那么好听。OK OK， 耶、yeah, ，我们就的 Zsa 了 ，Zsa Let's go， 赶快走啊 ，Zsa， 你可以用飘的直接过去就好了，干嘛要这样子走地上？索隆暂时撤退了，索隆暂时撤退了，我们少了一名大将 ，Zsa 真的好慢哦。Zsa 小鬼，别太嚣张啦啊！所以多弗朗明哥借由移动的能力，多弗朗明哥在后面啊、欸、他好大只哦，来吧，来个大距离的，一秒人能够挽回了，看可不可以砍一半掉。哎、欸，只有三分之一，没关系，我继续打。怎样？你也会被我砍到是不是啊？我砍，趁你倒下的时候赶快砍。润，他要用英雄力量了，快点，他要用英雄力量，我必须砍倒他。润，指挥，大卸八块，新曼休克，电死他，快点。不会啦，我觉得这一张应该我们可以快快的把它砍掉。哎呦，哎呦，欸、真的很强哎、欸，连续技啊！呜呼，被打假的，被打飞了。等一下我还是要润，好不好？润，我们跟另外一个人，哦，是相骑士了。哎、欸，痛哎、欸！哎呦，真的一直打我、欸，打飞天了，打飞天了。没关系，近距离的。OK， 我想你已经死了，已经没有人能够挽回了，就是这样子。哎、欸，居然没打到，有啦，有打到啦。快点，剩一点点而已，继续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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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扫描，新曼休克，电死你！啊，任何人都怕电了，好不好？娜美撤退了，为什么？大家都撤退了，败北条件变更，我们不能输，我们不能输，好不好？凯润，多弗朗明哥也撤退了啊，暂时把他打掉了，我们赶快下去下面吧。现在所有的人应该都在下面。哎呦，黄远也来啦！荒原没事出来干什么啊？好吧，是长茂的船，不会让他们逃走的。所以我现在要去打荒原吗？应该不是吧。荒原开始朝千阳号雷射攻击，什么时候不晚？现在才再来，赶快！是海军上将藤谷一笑，我们赶快走，宝箱，快去港口会，快点 ，Let's go。这样到了吧？到了吧？任务更新，镇压东南港与千阳号会合，右边那边哦。天哪，怎么这么麻烦啊？要去另外一边，要回千阳号咯，所以先去镇压好了。我看还蛮多人的哦，这下不小心打不行哦。这还要和平主义者，到底是几只？贝拉米也出现了，因为他被控制。OK， 和平主义者 ，OK 的。我们从后面砍，快点！来，手术刀，我按到手术刀了啦！捏爆你们心脏！惨了，鲁夫有败退危机。糟糕了，鲁夫面临败退，赶快我先去救一下，我先救一下。卢夫哎、欸，糟糕了，我被围住了，我被围住了。卢夫，你撑着点呐、啊，撑着撑着，好挡好挡好挡。应该卢夫过来帮我忙啊，对不对？我们接下来要赶快镇压，不然真的到时候又被镇压回去，我们又白玩了，任务就又失败了。我不要失败，哇，太多人了吧？这里也太多人了吧？来吧，合体一下好了，看看跟相吉士不同的威力。来吧，这三个人的阿里亚斗，三个人合体，把这边清光吧。这里真的太多人了，太多怪了。恋爱的陨石休克哦，这招也帅，陨石休克不错。哇靠，196哎，好多钱哦！赶快，我们赶快去镇压才是重点啊！鲁夫也跑来了，他们有英雄力量哎，我都没有英雄力量。走，是这贼的，被惊死人啊！来吧 ，OK 的，2000 KO 了。哎，好多人哦，好多人，这种打起来一定很爽。来看看我的高招，已经没有人能挽回了。应该全部都扫得到，碎啦！不过打那个怎么那么少人啊，好少哦，血好少哦！快继续打，打一次，哇塞，大爆炸，好帅哦，大爆炸，超爱大爆炸！贝拉米，偿还我的炸弹呗！哇塞了，一直被撞，一直被撞，润是不是啊？注射刺激 ，OK 的，他的注射刺激还蛮强的。去死吧，贝拉米 ！Get a coin！ 和平主义者开始在防卫了，没有让你有防卫的机会了，已经没有人能挽回了。砍，砍毙，所有人都死掉吧！很帅，这里几乎都在慢动作了，这里应该蛮耗体那个 PS4 的机能的，哦，因为蛮多人。OK， 我们镇压东南港了，现在与千阳号会合，对不对？任务成功了，藤虎撤退了，怎样被我们的机？
这场就不算胜负了。哎，不错，他还真的是好人啊。我要回千阳号了，哎，千阳号来了，哇，好大只哦，从这边根本看不到一整个。双骑士等人暂时撤退，那我呢？海贼队长等人出现，所以那个草帽的人全部都走了。由于海贼队长进军门已开，所以呢，别让他们逃走了。所以你们先走，然后把我留在这边哦。骗人部出现了，骗人部出现了。玩具之家哦，对啦，啊，那个什么索兰诺德还是什么，忘记名字了，就是那小人啊，小小人，对不对？他们要攻击嘛。找到并镇压 Smile 工厂，在前面而已，这就是 Smile 工厂了、哦。到了密宝事件，看一下。哎，草帽，多弗尔明哥大人有话跟你说，说什么、啊？草帽，在这种地方好吗？啊，对，他去斗技场嘛，在竞技场，为了要拿到那个 S 的那个果实。总之，你就听着吧，你应该会感兴趣，就是你哥哥能力果实，火焰果实。哇塞，今天啊，我嫁了，我的这国防部长啊，我来讲，悄悄在手上。草帽，你想要吧？这东西有如你哥哥的遗物，想要就过来拿吧。居然利用这种的心态，不过那是假的吧？是机会就别让他溜了，事后再后悔也没死的。这就交给 Super 的我们，你就去吧。谢谢你，多宝明哥。那我走了。多宝明哥出现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前往玩具之家的入口，取得火焰果实，必须把这边守门士兵给打掉，我们再可以进去。快点，守门士兵 ，OK， 已经没有人能挽回了。我看我要到底要讲几次，才可以把这个游戏过关？门打开了，被我的剑气打开了，来吧，进来喽，密宝事件。然后呢？哎呦，亲自来啦，库山呢？打得挺激烈的吗？啊，是你，你来抓我们的吗？不，这个男人已经离开海军，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我是要来摧毁这一块。哎呦，志同道合，看来跟你们目的一样，原来是这样，那就是同伴啦，好不好？我们跟亲自大将哎、欸、啊不是上将上将，你在打什么主意？你想要阻碍我们的话，哎呦，哎呀，两人面对面啦、啊，他们是怎么说呢、啊？算了，我不想和过去的同僚作战，请你离开好吗？请你让开好吗？黄远真的一脸真的是很想打他，对不对？他的那个脸真的很鸡歪，这样没办法，只好动手了，来吧。亲自跟他对打，我比较想要操作亲自，我就亲自 ice time， 就整个就超帅了。我们直接攻打了、啊、这些小兵，我们不要理他了，快，直接前往有海军坐镇的期间，在多访明哥的旗，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吧。哇，好多哦，先这样吧。来，如果能够让这里的人全部都带上炸弹多好啊。来，哎，用错招了，用错了，少按一下，一二三，移植，碎，嘿嘿。整个大炸弹，哇，像轰炸超人！一、二、三，移植，呜呼，好帅！这招真的太强啦！一、二、三，移植，赞！这招真的太好用了，有没有？整个世界都是我的炸弹场啊！密宝事件来啦！密宝事件要说些什么呢？哎呦，黑胡子海贼团也来啦！好久不见了，草帽，丁奇，哎呦，电话重来了。草帽，你是丁奇吗？好久不见了，火焰果实就将我脖子收下，没那么简单呐、啊！啊，曾经拒绝我的邀请，那是我的，不可能！你想要拿，先过这关再说吧。一、二、三，来吧，一只 ，OK， 全爆，这样很快啊！一、二、三，一只，连你也送一颗啦，好吗？哎、欸，这攻击真的好强，再一次。我们就用这招就好，把他们打死，逼近绝路。戴帽子吧你 ，OK 的 ，OK。来，我们用到剩下的时候再发动攻击，来吧，最后一集，跟鲁夫的合体技 ，Come on come on， 雷神秀克，帅，有没有？一下子就清光了嘛，对不对？裸超强的、啊，用这招炸弹真的蛮好用。一二三，继续用。波吉斯夺走了，怎么会？怎么被他拿走？别让家伙逃了！哇，去哪里了？我们现在打飞黄远跟藤谷，哎，打飞这两大将，哎，来吧，我们跟黄远打一下。黄远是不是？哇塞，整个是亮亮亮亮，整个他丢闪光弹是不是？来吧，让你丢炸弹，高频手术刀论。来了，你也没多强嘛，来吧，一击必杀，砍，水哦，黄远被我砍倒了、哦，好不好？大将又如何？大将如何啊？他要使用他的 power 了，快去死呗你！
OK， 我们把他砍死了，多么正义嘛啊！电话从冻结，接下来呢，罗已经急迫黄远了，接下来我们去打藤虎，藤虎来了，从他背后砍，背后砍，我们偷砍，我们偷砍，快点，我要装炸弹给他。来，藤虎来了，哎，鲁夫，鲁夫，鲁夫，哦，我救他，救他，一二三，移植，是啊，全部都中啦，再接一招吧，手术刀，克利了，那我们再 max， 整个就大连续技开始开打了 ，max， 有没有让他毫无出手的机会？我们就一次把他攻克掉，一二三，移植，然后呢，再接大绝，呵，弗朗基败退危机了，快点快点，先把这个清掉。我们这样算是连续技啊，雷神修克死了没？死了没？死了吧！赶快，先去救弗朗基，快点！弗朗基如果输了，我们这个游戏就真的输了。快点！弗朗基在右边，右边那边。我们现在也急迫藤虎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哎呀，本能稍微轻率了，这叫轻率吗？是我们实力坚强？干嘛？一直打我们的弗朗基，找死吗你啊？来吧，已经没有人能挽回了。这应该讲不下十次啊 ！OK， 砍了，全部死光，一击必杀！哇塞，变强啦！快去镇压 Smite 的工厂 ，Smite 工厂是那边哦。好吧，我们先去镇压。电话虫也冻结了，开了，开了，开了！我们赶快前往占领 Smite 工厂，要被我们占领了。来吧，已经没有人能挽回了。再一次，去死吧！一击必杀，全躺。可以啊！罗宾来了，罗宾来了，好久没有看到罗宾了。换个人，换个人，跟乌索普。哎呦呦，你会哦这么强，你怎么会这么强？哎，现在打败大队长就赢了。来吧，我们再继续来用炸弹，好不好？我现在不想要锁定，我就锁定很麻烦。一二三，一只，耶嘿，全部爆炸！必须准备工厂的破坏工作，暂时别让敌人接近。所以我们要躲在这里嘛，大家要集结在这里。败北条件变更了，看看到底什么条件呢？骗人部，我骗人部的那个狼锤好大。注意 Smart 工厂的沦陷，我太小看你们了！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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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压！哦，这什么鬼啦？索隆也来了，大家都来了，我会接近，把接近工厂的敌人全部砍倒。说得好，这句话我喜欢听。开始保卫 Smart 工厂，不管要注意四周。库山讲的，亲自讲的，那叫我们要小心四周，好吗？我要保卫这个 Smart 工厂。真的叫 SMAD 吗 ？SAD 工厂 ，SOD 工厂，鸦片工厂。到了密保事件，我看一下。来啦，丁奇来了，好久不见啦！居然能把海军赶走，挺厉害的嘛！你是黑胡子，你的力量跟两年前大不相同，连霸气都更上一层了。你这两年到底是做些什么？少啰嗦，冠军那些又到哪去了？白色火焰果实还给我，那是我要从多巴米克手上拿到的东西，没有义务要给你啊！多方米克手里，这是怎么回事？就跟你们一样，我们形成同盟，四皇跟七武海联手，会很奇怪吗？怎么会这样子？红法也是四皇啊，不是吗？难道他不会在意这些事情吗？长毛犬将会死在这，不一定。黑胡子，我会把你打飞了。所以现在呢，又多了黑胡子海贼团的逆袭，好吧？所以大家都要来攻击这个 Smile 工厂。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对对工厂动手的。罗吉斯又再次出现了，这个手下败将，取得火焰果实，好吧，我拿到火焰果实，我先去把它打掉，快点。那就要在那里，我先去把它打掉，这样子我才能拿到果实。等下我就直接把它吃掉，这样子比较快吧，对不对？我就会有火焰橡胶人的功用了。来了，波吉斯来了，来吧，去死吧你，直接一刀让你毁灭。海军因上将动摇，有吗？一半了，一半了。在合体下，让你连起来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好？哭着喊妈吧你，这样就结束了。这应该是四个人的哦，对不对？还是三个人？四个人的，恋爱的，陨石休克，快死了，他快死了！再一下下，再一下下，我们砍他一下。论 ，OK， 拿到啦 ，get a coin 啦，应该可以了吧？取得火焰果实。现在多法明哥用寄生现在操纵海军队长，身体不受控制，让人闲不下来的家伙。论高频手术刀，有了有了，有动画了。火焰果实我收下了，真的假的？好像凤梨哦。住手啊！龙爪拳，龙吐息来了，萨波来啦！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哇塞，被他拿走了。哎，好酷哦！沙波，鲁夫，你认得他吗？哎，他嫁了呀！你给他嫁了呀！大的胆子报上名来！怎么可能打我？龙钩爪，他变得好强哦，有够帅的啦！直接把吉博士打退。你该不会是艾斯？哎，真的会发火？火的意志，火圈。哇塞，好帅哦！直接倒地，你吃啊！我知道他还会用霸气嘛，对不对？哇塞，好久不见啦，鲁夫！革命军参谋总长萨波耶，任务成功，萨波也硬了，是哦，协助草帽一行人。哎呀，一定赢的嘛！萨波，你还活着！有话之后再说，首先要打倒眼前的敌人，好吗？先打倒动画虫、电话虫，怎么一直在讲错？我已经急迫四千了，这关打好久，这关怎么会打、啊、这么久啊 ？OK， 所以现在呢，革命军的第二把交椅已经登场了，我越来越兴奋了。还有，是要打多久啦？烦哦！打飞黑胡子海贼团，破坏 Smile 工厂。好吧，我们先去打飞这些人吧。人太多了吧，真的是很夸张的兵力耶。论来吧，移植全部爆炸。吼吼吼，欸，我的主机开始lag了。麦特危机怎么会？赶快赶快，先去救鲁夫，先去救鲁夫。这些人交给你们了。不可以，我不会输的。到底是谁在围攻他们啊？太多人了吧。清他吗？来吧，合体一下，把这边清一清。哇塞，整个都是人耶。去死吧。这样就结束了，橡胶四人合体的陨石修克，帅啦！这里应该有200人吧，4500 KO 了，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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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波开始跟丁奇战斗了，哇塞！革命军的第二把交椅跟丁奇在战斗了，击倒丁奇哦，加马奇哥做贼狼呢哦，来啦，让你没有办法挽回了，去死吧！看我罗的砍劈，啊，砍定期不到三分之一，怎么会这样子？来吧，继续来的装炸弹，一二三，移植，指挥，哎，扫描，谁踢我啊？谁踢我啊？来，一二三，移植，哎呀，带炸弹呐，好不好？哎呦，哦，他一边用那个黑洞的，一边用阵阵果实，哎，好强哦，他已经能够这样运用了，继续带吧，我也可以啊，好不好？我这样子运用也很强。来，让你没有办法往的近距离的哦，近距离的哦，直接把你大肚子砍掉。OK， 那剩下一段命了，继续，一二三，移植，带炸弹。我、哦、丁奇真的蛮强的呢，他如果没有这些野心的话，哦，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打得赢他了。丁奇开始对全体怎样发动什么？黑暗就是吸引力，能把一切吸进去的力量，我才不管你什么力嘞，嘿嘿，继续带我的炸药吧。我真的爱上用这招了，这招真的超好用的，合体吧，让你连出招也没机会啦，拜拜咯，拜拜。就算你有两个果实的能力，我们有四个人的救急力量，好不好？一定能够一次打飞你们的，来吧，陨石修克 ，Go！ 快死了吧，来吧，我们再让他带一次炸弹，他就应该差不多了。怎样 ？OK， 一直拜拜，耶嘿，真的是这样暴走他。太帅啦！任务成功了，又有，还有吗？是要打几个人？情势不妙，没想到革命军 Number Two 会在这里，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多弗明哥那个家伙啊，他跟多弗明哥也有串通啊。黑胡子撤退了吗？这样剩下就只有多弗明哥了。萨波果然很厉害啊！你跟草猫有什么关系？鲁夫是我的弟弟啊，请多指教。革命军的 Number Two 哎，跟草帽是兄弟。对啊，都是哥哥，我们三个人小时候一起修行，最先出来的就是萨波。我一直以为他已经死了，原来他还活着，竟然能跟萨波一起出山，这是让人不敢相信啊！而且他的水管也变大只了，好吧？虽然彼此的立场与目的不同，但眼前敌人是一样的，去打倒多弗朗明哥吧！哇塞，好不好？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了，来吧 ，OK， 冲击。所以呢，交给超级的我们。我们现在应该是往上走就对了。破坏 Smile 工厂已经破坏掉了，
接下来败北条件是什么呢？我们要如果败退就输了吧，对不对？来了，多访明哥，既然工厂没了，这个锅对我已经也没有用处了，所以呢，来吧，以生死为对决吧，连自己的手下都要操控了，这算是什么人？你算是什么老大？你算什么男人？来了，我们在大皇室里面打架，打飞多访明哥，明哥，你给我出来！来了，终于来到最重要的地步了，冲吧，多访明哥！怎样？你要控制我？我要让你带炸弹哦，好不好 ？OK， 刺激，我们变强了，好不好？一二三 ，OK， 一直，不行嘞，他不让我带哎，一二三，一直、欸，真的不行嘞，对他没有用，为什么这样？哎、欸，有好多个哦 ，OK， 我知道啊，他操纵我了，他操纵我了，呜呼呜呼，一、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现在呢，这么多只哦，哇塞，我要躲在这个空隙里面就没事，对不对？哎、欸、呦！这不是说在空隙里面逃不过我的线呢？我才不管你什么线呢、欸！到底哪一只是他、啊？这只不是他，这只才是他。我们砍这只就好了。来，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我把你的线都砍断了，好吗？砍 ，OK、欸。哎，差一点点血，真的是很强哎、欸、哦！继续打，一二三，他倒下去，我们就继续砍，倒下就是砍，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高频手术刀，注射刺激，继续砍，二三。高频手术刀，哇，好痛，好痛，好痛！他要和他那边用分身来打我们了，快点！糟糕，我们被绑住了，变傀儡娃娃了。继续打，他快死了，他快死了！我们有机会接个手术刀，救开你的心。嗯，你的水，你的心都不会，血都没有少，你的心根本就是……我看一下，我现在该怎么走？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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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盾可以自己吗？不行嘞、欸，我好痛哦，会掉血了呢、欸，哈！来吧，正面对决，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没有办法挽回。去死吧！继续，趁他晕，赶快打。他晕了，他晕了。润，起来，起来就砍你。润，指挥，扫描。哇塞，被他攻克掉了。哇哇哇哇，好痛哦，好痛哦。一、二、三、四、五，一只带炸弹。炸弹真没办法攻击他，只有丁奇他笨笨的才可以。他太聪明了啦，东方明哥真的太聪明了。继续砍 ，OK， 加图盾，高频手术刀，注射自己 ，OK， 快死了，他快死了，我要用炸弹把他攻克掉，去死吧，死了，啊，终于击退了，东方明哥就这样子被我们打败了，来吧，啊，草帽当家与罗当家，终于追到你了 ，Joker。杀了，趁胜追击了。凭你这点程度，也想打倒我？我记得这里还会有一场硬战，对不对？寄生线，糟糕！哇塞，干嘛？断了！糟糕了，被控制了。难道你的盾不能使出来吗？伙伴被当作挡箭牌，你就无计可施了吧？啊 ，Mugiwara Luffy！ 哦，一拳打到我们呢！啊，后面还有一个。分身术五个，六个，虽然舍不得，但你差不多该死了。那萨波呢？萨波去哪里了？萨波来吧 ，Super， 怎样 ？Super 什么？呜、哦、呼，能量炮，风来炮，水哦，雷云陷阱，大家来了，合体技就对了，漂亮，哇塞，吼吼，好赞哦，这就是团队的力量啊！萨波来了。哇塞，萨波好强哦！我马上帮你医治。哇塞，罗宾也好强哦！你们这些家伙啊，现在凭你一个已经打不赢我们了。什么？亲自把他冰起来了？帅哦，亲自！终于到了接受制裁的时候，小哥来了，打了，还可以打吗，卢夫？当然可以，这最后一集了，好吗？这一集一定要最强的。干嘛干嘛呢？火的意志，岩神，岩神枪，哇塞，好有 power 哦！还是螺旋的呢？哇塞，这么坚固的寄生线吗？会被融掉吧？对不对？你的线再怎么样也不能耐高温啊，对不对？烧吧你，受死吧 ！OK 了，多发明哥，夜路走过了，还是会遇到鬼的。飞天呐、啊，去把它弄到水里面就好了嘛，对不对？一切就结束了。To be
Continue. OK， 这样还有吗？不知道还有没有，应该没有了吧？这应该是最后一张了。我看看还有。我的硬币这么多啊！我的超多硬币的，小姐啦，贝拉米。OK， 来吧，这就是最后的画面了，破关的画面了，大家仔细来看一下呗。杜法明哥被打飞到这么远啊，好多人哦，团结就是力量。都结束了 ，Joker 还活得起来吗？哇塞，我靠，轮喵啦！哇塞，都会飞呢哈，会飞就赢了，好不好？你就在天空飞就好了，胜利就给你们吧。所以到后来还是没打死他啊，马爹就这样跳走了。啊，藤武来了，哇塞！与四皇、黑胡子结成同盟的多法明哥，如今已成为海军的目标，请阁下切勿插手。当然啦、啊，是想要插手，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藤虎大哥，藤虎，你再直接用那个陨石把它 K 下来，不是比较快吗？不过海军既然有这个本事啊，对不对？他你看，还有这么强的大将在，亲自也真的很帅。型男啊，潮男，对不对？你看他留这个头跟胡子。好啦，接下来我们就要期待《海贼无双4》的出现了，对不对？结束了，对不对？《海贼无双3》，千阳号来啦，我们准备再继续冒险了，对不对？到底这个海贼王还要出多少集呢？还不知道。不过真的很想看看四皇的能力，对不对？那个红发到底可以打出什么样不一样招式呢？对不对？他们是我的伙伴，抱歉，我差不多该走了。不跟我们一起吗？啊，你要走了？我还有事情，等我去收拾。别这样，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萨波真的好有大将之风哦。鲁夫很善良，对吧？和以前完全一样，都没有变过。所以我们现在有了那个火的力量了。我有个不成才的弟弟，真的会让阿尼基非常担心的。虽然他会给你造成很多麻烦，但能请你们多多照顾他喽。呀，也好像哦，真的有哥哥的感觉哦。哇，化身成为火，翻个跟斗也要这么帅吗？萨波，拜拜，加呢？萨波，幽灵船呢？都没有其他船伴。萨波，拜拜。萨波。啊，他找到一群可靠的伙伴，真的，你如果加入我们就更可靠了。点我了，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S， 哇塞，所以果实在他身上没有起出什么副作用，算是完全的融合了。现在裸在这边，怎么了？很羡慕我们吗？对不对？跟我们一起吧。既然呢，我目的也完成，同盟关系也结束了，所以呢，你要走了吗？那么托拉南，我要去把海盗打飞了。海盗的盗是这个盗吗？应该不是吧？还是哪个盗？不懂那个意思。毕竟我还欠你一个人情，草帽屋。好吧，就再陪你一下吧。好赞哦！我也想要在那个海贼船上，对不对？嘿嘿。好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海贼无双应该就是玩到这边了。那接下来如果说还有出海贼无双4，我们就再继续玩啊，对不对？那我们有答应说就是会再玩其他模式，那就等这个故事模式我上传之后，我就陆续再来连载其他的每个人物的动作啦。大家拜拜喽。知道你们可能都会顾虑我的感受。